来分点唱这一首很吵的歌曲，来自林宥嘉的《一觉》，拍手啊！一觉啊呜。
哎，你们安静呢？今天刚是因为刚才下雨的关系吗？是哈，还是你们要移到前面？前面空空的位置都可以坐。地板可以啊。哦，好了，大家好，我是那个不奈的原始 cover 的不奈，大家晚安。台下观众挥挥手吧，挥挥手，活泼一点吧，拍拍手。再活泼一点，尖叫声！哎嘞，这才是正常的台东人，不是吗？太安静了哈。好了，接下来呢，应该大家，希望大家今天有来的人都认识我，好不好？我本来要讲说，应该大家知道我是谁吧？你像网红一样，没有啊，没有啦。就是大家好，我是那个不奈，然后我是来自台东。县成功镇小港部落的阿美族，然后呢，我本身的职业是一名舞者，目前在布拉瑞亚舞团。那是因为呢，为什么会在这边表演？是因为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哦，爱自己唱歌，然后拍影片上传到网络上，然后就很多人爱看，就没办法，我就要来这边表演。好吧。然后我平常就是会把很多流行歌曲呢唱成有加入一些我妈妈喜欢的那个风格，例如刚才那一首歌呢是林宥嘉的歌，但是我会加一些就是刚才你们听到我中间有加一些三 D 歌，你们听得出来吗？你们知道什么歌吗？打三拳，阿美三凤，只有一个人知道哈，只有一个人是三 D 人，谢谢。好啦，就是我会就是在家里改编歌曲，然后对，不要自己笑。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现在你们如果不认识我的人，现在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在 YouTube 里面搜寻不奈的原式 cover， 不奈的拼音是PONAY， 叫做不奈的原式 cover， 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再YouTube 里面寻找不奈的原式 cover， 然后按下订阅，好不好？好小声哦，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 IG 跟 FB 也顺便哦，全部都加一下。